我这边反正就是从网络上面的去找那种有雀斑的，反正就有点不有瑕疵的图片嘛。然后现在另存图片，我也不知道这个进不进得来，因为它要 JPEG，OK 可以。然后再来呢，我到那个 After Effects 这边呢，Control I 选图片，然后再把它拉进来。拉进来以后呢，现在就是讲说这个这一类的用一个外挂去处理。它是叫魔法子弹，然后里面这边有个 Cosmo 是那个化妆品嘛。那这边呢，先点滴管去吸皮肤的颜色，然后显示它抓到的范围，抓到的范围呢，你可以做一个 tolerance 的调整。我觉得它其实没有办法全抓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它全抓我觉得蛮有困难的，除非你。这个做完了以后，你再用下一个 Cosmo 去处理这一区。那我现在先把这个 Skin Smooth 这先取消好了。Skin Smooth Preserve Detail 保留那个细节，保留对比反差，我也是把它关掉。锐利化材质纹理，然后把 Noise 叫回来，不要。然后这边是，天哪，不会吧？我这样调了。效果才只有到这样。OK，好。然后这边再来就是，因为我们这个第一组还没有办法搞定嘛，所以复制这个效果，Ctrl D。再一次，对，再一次。哦，突然变有点油画风。对，所以这边呢，现在就是先抓这一区。哦吼，有差。有。对，然后再复制，再抓这一区。你的脸会不会再糟糕了一点？你就可以这样子叫我得了人身攻击。对啊，这已经搞成变油画了，搞屁啊！我没有用过那么惨的。好想给他直接丢 PS。可是 PS 这个我不知道我没有修过这么糟糕的。我看一下这三个全关。这个就考验你的技术了。对啊。我觉得会不会太挑衅他？不过你这样讲也可以啦。如果硬要用别的方法的话，我会把这个东西先复制图层，Ctrl D 复制一个图层，叠在上面。叠在上面以后呢，我会把这上面这个图层我看它有没有办法独立显示。它这边不是有个 Show Selection 吗？显示选取范围。那这个有 alpha 吗？有区别吗？没有，那没办法了嘞。刚刚那个就已经极致了嘞。还有一个方法而已，就是这个图层套这个啦。这可是这个效果我就觉得很假，可是这个大家都喜欢用，高斯模糊。然后这个要关掉，上面要删掉。太模糊了，都是天。对啊，就这种。然后这个混色模式要改成 screen，这不要开 solo，这要都开。上面那层要改成。Add 或 screen，然后这边哦，或是是 screen 吧，果然一对百啊，遮三丑。然后这边就是快速键 T，叫做 opacity，所以这边就变成是，有啊，这差蛮多哇！突然开了滤镜。的，对啊，可是我觉得要用到这样，我没有修过这么惨的呢。对啊，因为这个，好过分哦！自己找的模特，自己充钱去。对啊，这个有没有？这是原来的影像拍起来，然后这个是套的效果的，然后这边可以比对，有了还是差很多了。好了，OK，好还有另外一个，因为我没有想到。